两天之后我不跟视频的话，你们就不要想念我了哈。我要在他们最新鲜的时候让他们下锅。山进山，一进山呐，心情都不一样了。有山有水，飞白不要乱跑哦，山头有野猪哈。抓到你了，秋天的蚂蚱，你跳都跳不高了哈。咦，你们那些小螃蟹都出来晒太阳了哟，我躲进去了。这一颗红果果树，漂亮，成熟没得？这一颗的成熟。味道还可以，酸酸涩涩的，剩下的都留给鸟儿吃。到了，到了。哦，那片山全是板栗树，你看看那坨石头像不像雷劈开的？嘿，板栗落在那个峡缝里头，嘿嘿，全部脱壳了。嘿，再咬两口。今天的板栗成熟得晚一些。天嘞，还是那么甜。咦，看，一下结那么多。那片山除了板栗树之外，你们猜猜还有啥子？你们认不认识那个果果吗？看，像橘子一样，里面的东西可好吃了。给你们看看它里面是啥子样子，看看它里面是什么样子。哇，有点不雅观，但是它里面的果实很好吃哦。走，继续出发。目前收获了板栗和那个瓜瓜，往那个里头走，看有收获没有。收获一朵五重菌。好鲜呐、啊、进山采到的第一朵菌子就这么大。我来看看我的窝点里头能够采得到好多朵蘑菇哈，这儿还有蘑菇，蘑菇一朵，哎，这一朵小得快，一朵，哇，好肥，采了它，仔细帮我找哈，飞白，看能找得到好多朵。我记得这一个窝点好像很多耶，君子，真的多，真的多，告诉你真的多，给你看。给你们看，看到没得？看到没有？悄悄的捡菌子，这里有两朵，这里还有三朵，再来，四朵，五朵，六朵，七朵，哈哈哈哈！采了你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小蘑菇。收获收获，这继续找。哎，这儿还有一朵，哈哈哈。太漂亮了，蘑菇！我就说这一个窝点能够采很多蘑菇出来，收获了。上山不累，上班累，继续寻找我的下一个窝点。采蘑菇一定要静悄悄的。哇，
回报卷一朵。哎，恁个大一朵。哇，好漂亮。嗯，木姜子树下面长的卷应该能吃哦。这一朵。哦哟，这里还有大的哦，快看快看。哈哈哈，像花儿一样。嗯，看，它也是长在木姜子树下面。哇，这个是不是有木姜子的味道？哇，好胖嘟嘟的哦，一锅端。哇，太开心了，像朵花儿一样。没有木姜子的味道。哇，哇，它的脚跟还是毛茸茸的，毛乎乎的。哇，这里又有两颗。哇，这儿还有，哈哈，那怕是把它们的茎子夹子都断了哟。看，看，哇，哇，好多好多。哎，这里还有，嘿，我真的是找到了茎子夹子哟。看到没？这里还有三朵大的，看，哇，好大！那个卷儿拿两朵给我们的校长书记吃哦，你看看，好肥哦，肉嘟嘟的，好东西，不能丢了咯，要种了咯，要种了咯。两天之后，我不跟视频的话，你们就不要想念我了哈。我要在他们最新鲜的时候，让他们下锅。飞白，快走了，走了，走，飞白。勤劳的羊儿有米吃，我会儿为此找别个站了。越努力越幸运，那个位置找别个站了，找了只有另选位置哦。哇，感谢感谢，好。土豆两袋，大米，还有鸡蛋，今儿通通的幸运的把它卖出去。是六颗鸡蛋，那个是新鲜的农家洋芋，就说都收你三块嘛。谢谢。啊，慢着哈，亮亮看着车哟。两块卖百八的哥。小的三块，亮亮，够了哈。六块钱。好，慢着哈。奶奶选点吗？奶奶，奶奶来选嘛。啊，姐姐在这儿选，你在这儿选。好，慢着哈。你视频里头看到是啷个样子的，我们给你的都是啷个样子的蛋，一块五哦，粉壳壳。哎，对头，粉壳壳的一块五哦，谢谢赵哥。六颗鸡蛋，100%的农家鸡蛋的，可以啊？对啊。嗯，刚好六块钱，美女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谢谢。好，慢走哈。嗯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来了。8块钱，我把他的称了来。好好好。哦，好，来师傅，等一下哈哈，美女。等一下哈。哪个来的羊嘛？武林临时镇。哎呀，结果你们成了自助的了。不算你五块，好，来叔叔。哎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我给你装两个，装两个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姐姐。接到行儿头来了，慢着哈，美女。嗯，那几个顾客好耶，我办我的，他选他的，一样的，哎，一样的。来吧，那摆着好久了，就摆着。通风避光的地方，它都放得到很久。有阳光的地方，它都要变绿，它都要。好，十块，师傅，哎，来，师傅，好，慢着哈。那头来挑嘛，亮亮，那头，哎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是我们自己村的，2块钱拿不到，11块钱，来，亮亮。找你试试，对不对头？那个米很香，亮亮，你买点回去告嘛。一斤。好，口袋。来了，口袋。来，亮亮。哎，好。
7块钱，师傅。嗯，本地的米，收到了。姐姐，我跟你说嘛，那个米前天才打出来的，长的。你看我那个手插进去，那个米粉粉都流到手头了。好，收到了。鸡蛋呢？鸡蛋1.5，1.5的2块，要得，谢谢师傅。你都像那样闻的都闻得到危险味，好好滋味。老板，好，收到了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妹妹，2.5，来，弄那个好。好，慢走哈。来来来。来，叔叔。2.5。羊肉来没呀？2.5。哎，5块钱。你给我看这个。看这个哈，那个是师傅的3块，好，那个是你的哈，好，收到了，收到了，师傅，谢谢。还刚好10块。那个小妹来吃香豆子。哎，好。洋芋好点心。洋芋2.5。好多黄豆。哎，好的，5.5。哇，谢谢。来，奶奶，你抱了那么久，不好意思。2.5。星期天才来得到。听到了，好，谢谢。2.5。你便宜点嘛，多买点嘛。那个价钱很便宜的嘞。2.5。9块钱。哎，叔叔来，谢谢你。来，叔叔来嘞。好的，哎呦，要哎，你的也是10块钱的呢，3.3块，3块钱，收的3块，好，3块钱，收的3.5，3块，啊，收到了，好，抓你2块，好，慢走，哎呀，刚才那一杠不得了，杨宇卖疯了，要得，谢谢师傅。农家机器它里头是有一点点那些兔子草籽子，8块钱，哎呦，谢谢你。2.5，105，好，慢走哈。2.5一斤，好，师傅，谢谢你的合伙，叔叔你提起回去吃哈。不，你刚才帮我师傅帮我的忙。哪里有。80、90，来，师傅，你看一下，又谢谢你的合伙儿。好。放在里头，哎，放在里头。好，谢谢。走了。窗外雪，北风直吹。好，娘娘，你慢慢走，我都摆你那里。3块钱，好，慢走哈，姐姐。此时苦雨天，从此以后天涯在雨边。二十个都没得吗？不晓得。20个肯定有哦，后头其实我都在邮寄的。你既然又来看到了，又来照顾，好，谢谢你。对头，那个是前天才打的，娘娘，你看嘛，你抓你手上都流的有米粉粉，是不是啊？哎，34.5，娘娘算的34块钱嘛。嘿，谢谢娘娘，谢谢你。看嘛，娘娘那个鸡蛋，6颗鸡蛋。今天卖肉生意还好哈。6、8、8，是，你闻嘛，它没得腥味儿，腥味儿不大。吃的东西不同，然后它颜色都不同，蛋壳的颜色都不同。还有就是它蛋黄里头的颜色也不同，有的深，有的浅。20，你看嘛，20个，好，来点，没关系。
隔壁卖肉的姐姐她也来照顾，买点那个炉烤鸡蛋。炉烤鸡蛋师傅，恁个多？恁个多？好，谢谢谢谢。好香哦，正好肚子饿了，隔壁叔叔请我吃了几个桃子。可以啊，称多称少都可以的。卤多钱？我给你算五角钱。哈，好拿钱。你那个鸡好不好？没那个鸡。鸡可以啊。鸡好多哦。好，谢谢您，娘娘。卖完了，都是开心的时刻了，数钱。今天的营业额一共卖了有600多块钱。走了，回家了。今天终于可以回家了，带来重庆的所有货卖空。走啦走啦。哥哥。是我回你去补好就好。你们喂的狗呀？啊、哦。听说那个野鸽子称一头都卖10块钱一斤了呀，那长长的好多都炸开了哟，不得了。就是啊，我把那些鸽子卖5块钱一斤嘛，也可以收入500块钱噻。称一头的人应该有很多都没吃过那个鸽子吧？你们想不想吃那个野鸽子嘛？敢不敢尝试挑战它嘛？国庆节你们在哪里耍呢？我在村里头满山跑，在锅锅儿，就像吃香蕉一样。给你们表演一个豌豆射手的吃法。播撒种子，来年长更多白叶瓜。采一些没炸开的，采一些炸开了的。我就不吃这个。我说你不吃这个呀？这个成台卖10多块钱一斤嘞，小时候吃够了是不是？嗯，拜拜，走，下山了。哎呦，雨好大了哟！等会儿雨停了，我们又去摘柿子哈。三轮车走起。请注意开车。红彤彤的柿子，开动！节日到了，柿子也都熟了，不怕它结起去卖了，都可惜了。没得人管你。草都长到一人高了，哎，那棵树子多些。我给你们摘，全是树上成熟的树子，你们买回家吃，巴适得很。山上适合种果树，但是山上摘果子的时候都是最难的时候。哎，那个下面
给你大爷。怕树枝子。哎。哦吼。哎呀，那个成熟完了。嘿，接到，那几个接得起，带回来接到十只。看看那些刺头不值钱的果子，拿到重庆市场，能卖得到好多钱。哎，嘿，好，差不多了，嘿，走。哇，嘿，卖菜要有个卖样，卖水果还是一样的，提前把它整理出来，明天儿进入市场。看，挖得锃亮锃亮的。不是说，你看那个石子，正正方方的。嗯。但是不该买呀，没人要啊。啊。拿来吃吃，你卖点钱，赚点钱噻。不是说，你猜一下，你那个石子明天拿到市场去卖的钱多，还是我在山上采的那个免费白月瓜卖的钱多些？我认为石子要多卖点钱，确实。你认为八月瓜不值钱哈？啊，我花八月瓜来讲，不稀罕哈。啊。说不定那个八月瓜他还卖得起钱了，因为城头人都没吃过，他们好奇，可能要买耶。啊，有可能，因为他卖起差。啊。买起不？那个大概更搞笑，他说说一句经典的广告语哈。你看那个八月瓜，它长得像什么嘛？就像腰果一样哈，大型腰果。胡叔叔都是一个勤快人，前段时间卖桃子，那段时间他们家的柿子又出来了，那是乡村版的柿子。参差不齐，大小不一。那些柿子和八月瓜应该能够装得到四箱吧？那些果子明天全部进入重庆市场。今天找到一个上不封顶的工作，自己去拿多点哈。哦，得了那个。我带你们看哈，我们那边很特别的采茶女，亮亮，你们又变成采茶女了呀？我们的军队不大呀。妹妹，你要不要加入我们的采茶队伍？我就是想加入你们来，以后你们打蕨菜呀、打木姜子、挖笋子，那些都把我喊起哈。好，以后我都有组织了耶。好。爷爷，你们好久来的？6点钟都出来的。6点钟那个时候雨落得大哎。我采那个合不合格？不合格呀。哦，一叶一心。下头的杆杆还不能够长了。啊。走，吃饭了。啊，走。打到好多吧，你们来。我们没打好点儿。哦，你们都快要打满了。你可怕打两天都打满。走，把饭吃了来。走。那天，我儿子。哎呀！我吃饭了。好香哦！哇，亮亮他们的动作好快。你们吃了没得嘛？
那个，那个叶子太大，你删了是吧？也不删，你看多了，真。就是呗。我那里称得到好多哟。哪边的？哈哈嘛。看我那个。桂林的哈。0.9。0.9啊。哈哈哈。差了6两。好，吃了饭又来。来。吃了2的噻。吃饱喝足，下午有继续。 茶了好多嘛？茶了斤都2斤了。我上午才采了几粒。<笑>我第一天来，其实采茶叶和喝茶是一样的，能够让你的心静下来。你的心静下来了过后，才能够采得到更多、更好的茶叶来。 你看我们整个茶园里头哈，都是安安静静的，只听得到采茶声音和周围的那些鸟叫声。当你们心静不下来的时候，欢迎你们到我们家乡来采茶叶。那个工作环境好舒服嘛，在那种大自然环境下面工作，看看你们一天能够拿好多工资哎。 咦，亮亮都要打满了哈！咦，也可以。走啦。走了，今天下午那个人检查的要严些，是不是？我那个合格哟。去吃啊！妈要你接我们来，晓得吧？要得来拍包子去。俺在接，也给难得哈耶。来接你了。来嘛，亮亮，看看合格不？ 检查都是那一张叶子多了，找多了呀？哎，那一张叶子都结老了，那种啊，那种不要没长大，就像那几枝儿都要得那几枝儿，好嘛？那个也是，看我。那要选一下呀。哎。要在筛子上选一下哈。好，来选一下嘛。 专业大戏不运进都要不得，可是。糟了，今儿下午遇到个严格的老师，检验谁？糟了，从那我到了筛子上选嘛，亮亮，好不好？要得，赶紧选，你赶紧选。准备呀！哎呀，不合格耶！那排排都是不合格的，要选一下，必须要。 一夜一夕。好，来嘛，来了，那哈儿看哈儿合格不？啊，那儿合格了不？合格了哈。可以，合格了。哦。一斤的。 0.63，0.63，0.63，1斤2两多，0.63，1斤2两多，嘿，今儿下午采的多些，写个零食哎，嗯。
好，好，对是吧？娘娘，你们采了好多？2斤啊？我2斤喽，也是3斤是有。嗯，也4斤喽。没得4斤，差点点儿。走了走了，回去哦。嗯。